妈，我回来了。她是我阿嬷，原来阿嬷是个很安静的人，怎么跟传说中的不一样？乖乖听阿嬷的话哦。都出生五年了，现在才带回来。叫阿姨啦。哦，原来都是玲玲啊。看你注不注意我。哦，跳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还不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明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场面。阿嬷真是厉害。做明年卡拉 OK， 我们可以得第一。还有玲玲，我问你哈，你刚刚比那个是什么手势？是我爱你的意思。爱我就用讲的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用比的？跳舞的时候怎么讲？哦，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意思。阿嬷蒸的包子真香呀，牛排吃多了，和阿嬷一起喂牛还是第一次耶。这是我第一次跟阿嬷坐三轮车耶，跟阿嬷一起打水真好玩。你骗了，你骗了，你骗了！你再说看看。你自己答应要带我去坐船。我没有对你说过什么话，我也没有讲过这个话。你骗了啦！我确定我没有说过。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！我跟你讲一摆哦，你若要去，爱好好讲哦，袂使讲话遮大声对我。吃菜啦。好啦，你骗了。真难骗，害我都度孤了。不玩了，来去睡觉。孙玲玲啊，你又个邓来啊，阿姐孙玲玲啊，阿姐不是孙玲玲啊。哎呦呦呦，阿爸哪里？你个邓来，哎呦，那才睡。孙啊，玲玲啊，阿爸玲玲啊，邓来。不要笑我脸在抽筋，你们自己来笑一整条街看看。阿嬷以前当前里长啊，就是拜刚刚那个庙的，拜完了我们要来这里练歌哦。要练歌，为什么要来这啊？啊，这里回音很大、啊。
年回来，阿嬷真的不一样了。她不爱唱歌，因为她已经记不起来了。她不爱陪我聊天，因为她忘记我是谁了。我真的误会她了，上次她没带我去坐船，不是骗我，是阿嬷真的忘记了。之前你实现了阿嬷的愿望，让她选上里长，所以现在你也要实现我一个愿望。我们隔壁家的阿水婶80岁，没有失智。阿嬷起来了吗？好，我快到了。你找谁啊？明明他骂了，阿嬷刚有想起你。好，阿嬷想起来再打电话给我。阿嬷，加油！春水，我75岁也没有，那为什么我阿嬷才60岁就有？还有美国那个 Amy 婶婶60岁也没有， Mary 阿婆75岁也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，只有我阿嬷有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明明，你要回去了。对。我有帮阿妈带来补品，你知道吗？3、2、1，开始。看着这边吗？可以讲了吗？可以可以。玲玲啊，我阿嬷病了，慢慢的会忘记你啊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，还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。虽然阿嬷渐渐会完全忘记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我多么爱你。阿嬷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怕忘了你。我知道阿嬷就算忘了全世界，也一定不会忘记我。